不赢啊，他自己很坎坷，但是生过病才会开悟吧。所以意思讲，今卖阿弥陀佛不是一种形象，今卖阿弥陀佛变美女、变帅哥、变天主教、变基督教，变成你要我变什么形象去服务你，那我就是阿弥陀佛。所以要把诸佛菩萨的功德融入在你的心，善巧方便，世间人喜欢什么，我们就变什么。第二种方式，以大悲心念佛，什么意思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我想要念阿弥陀佛，众生轮回就苦啊！所以我在念阿弥陀佛的时阵啊，我将众生拢揪入来我心肝内底。各位，囡仔来咧哭，老母一定甲抱下着点点嘛，是不是？所以用大悲心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众生入我心啊！阿弥陀佛是这种心嘛？阿弥陀佛，老母在想囝安尼啦啊！那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进来升起大悲心，要安怎让众生离苦呢？啊！希望伊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用你的心将众生送去极乐世界，用你的心将众生的心进入净土。伊虽然人咧五浊恶世，伊的心的净土，这两个方法都可以啊。但是无论如何，你的心是关键。我们的心是众生的苦跟阿弥陀佛的连接点。念心经，念楞严咒，点灯，咱透过那个灯，把阿弥陀佛变成光；咱透过那个香，把阿弥陀佛变成香。啊，咱透过那个甘露细细，把阿弥陀佛变成食物；咱透过念经，把阿弥陀佛变成声音，由声音变相。那么恨那丹那，哇！观世音菩萨84相现出来，哇、哦！出去抖众心，就像我们在转经轮，也是两个观想：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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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观世音菩萨80000万观世音菩萨出去做代志啊，出去老人院、孤儿院，出去无间地狱去天都去抖众心，观音菩萨，观音菩萨，阿弥陀佛。第二种呢？所有的众生进入观世音菩萨的心，安尼啦。然后观世音菩萨改变作观世音菩萨，将众生变作观世音菩萨，西呼西呼南无，本来是高啊，本来是贵，南无出去就变观世音菩萨，了解吗？啊，阿弥陀佛就是这个意思，一切众生念我阿弥陀佛，出去拢变佛，去极乐世界，你只要来，出去就变佛。那各位透过念咒也可以啦，所以这个时阵爱显现地藏王菩萨，这个时阵显现文殊菩萨，但是呢，就在菩萨各位化身着不一样的形象帮助。干哪头前六色，念一下嗡嘛呢叭咪吽。那这来的下一是天道人道，那嗡嘛呢叭咪吽，因为六道众生拢有法度成佛，六道众生甲佛的本体。拢同一体性，所以佛有法度转化一切，将众生的傲慢、嗔恨、贪欲，乃至贪嗔痴的恶业，都转化为同一体性。所以各位，爱好众生机会，更加爱有自己的机会，这个十恶不赦、豺狼谤会、吸引欢，也本体嘛是成佛。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没有问题。地藏菩萨但你安尼啦，他就转化，所以咱去讲做念，咱去帮助任何的人，那你都可以转化他。当一个人找到这个快乐的时候啊，他不需要再去追求世间的名利。我要来买厝，我要来赚大钱，我要来安怎安怎，不需要了。所以各位。一个18岁的查某囡仔，一个20岁的少年呢，伊若了解佛法，用你心，请问伊去谈恋爱没？他不需要，但是别人爱他，他有时候会接受。为什么？度因缘嘛，多利嘛。但是他心里没有无染浊心啊，他没有染浊心，他也不会用自己的想法来解释无见取心。那像各位今天。读了这10样，我该说一定不完，但是你可以
一直去用这十种心去对，那这个时候面对这个事情，我要用什么心？那你串习久了，你就好用哎，你就好用哎。刚刚一个人有法度，一个人拍四五种法器，一个人过一个米大，叭叭叭叭叭叭，哇，就厉害，因为他熟了。那这个修行，但是你大悲咒会这样想，这样去念啊，你用这个来念什么都一样。你用这个来读任何一本佛经，做任何一个法门，各位安尼讲啊，这个不是所谓南传佛教、大乘佛教、藏传佛教，它已经超越了这个啊，超越了这个，因为重点是心态，这个要紧的。那现在我们就要在日常生活里面去用哪几句话都啊，最单纯的阿弥陀佛、阿弥陀佛、阿弥陀佛、阿弥陀佛，呼吸呼吸。啊，来去自如，不离空性。你的空性，佛陀的空性，进入众生的本体也是空性。那这就成为你的生活。那我讲过啊，各位讲，各位了解这道理，这世人拢不爱看佛册啊，拢不爱去佛寺拜拜啊。但是你保持安的修行，会不会成佛？这就是佛，佛法没有高跟多或少。释迦牟尼佛讲法不是说你要听我四十九年才会成佛，没有，因缘成熟了点一下发起菩提心走吧，没得说。但是时时刻刻就像出家人结下出去把号游行没关系，一年回来三个月，大家再精进，让对方证阿罗汉，而不是每天都在参加法会。所以我给你最后要告诉各位同要件呢，要表达今天大家参加观音菩萨出家大悲法会，参加完明仔大家拢出家去做代志，好唔好啊？去社会、去公司、去家业、去做病院，拢无要紧。你明仔拄啊要结婚，我知影我现在要结婚啦，结了阮翁，度因全家，安尼，度完我就来出家，安尼。你不要浪费啊！因为我开始要去慈悲了，所以我参加一个大悲法会，我要改变我近未来近生命。我读一遍《地藏经》，那我变成地藏王菩萨了；我读《阿弥陀经》，那我要让所有众生都成就阿弥陀佛的功德了。那你去实践，当然在实践的过程，待人接物、面对众生，实践的过程碰到问题。亲近神地性，看佛经啊，去了解。但是我甲各位百分之百不够。咱即卖咧讲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有伫头壳顶甲咱加持无？你持条条啊呢？啊，今日无加持着。所以两姐妹来，印光大师加持，哇，印光大师就来啊！因为再来真华长老加持，哇，中路就来啊！所以我想各位你要有信心，当然如果你信心不够啊，我也会叫一种会看的跟你说有来还没来。我都做过很多实验， 我这个人是用实验在修行。比如说这人会看真的会看，我就会说话，我就在这里念，然后我就说你看到什么？你搞原来我心念你又看得到，各位这真理哦，你就知道这人会看还没看啊！伊甲你讲，我看了观世音菩萨，我念较久地藏菩萨，你看观世音菩萨啊！而且这看唔到，这个目镜有问题。你的心阁歪去，还袂清诶，阁调一下，阁调一下，调化看到。那我这样实验，我是甲你讲，也会让这个会看的人念头决定一切啊！念头决定一切，你敢看嘛？要就尽量。我们普通时拢爱保持净念，所以一念佛，佛就到齐；一念大悲咒，所有慈悲的菩萨就到齐。那一边欢乐啊，心是无量的。讲叔啊，有一千个人破病呢，我无得医呢，这道几万的鬼呢，皮皮错，不离方寸，唯心造。一念悲心，百千万亿的痛苦，百千万亿的魔障，一切超越。这不是佛教跟他几粒甘露丸，跟几千粒甘露丸，
他的功德是一样的，不能用我们的人的分别概念的数字来看佛的力量。所以各位，这个意思你要有这样的信心，你走到什么所在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那个世间就变了啊！你走到那个水，那么喝那当然你也在念财神咒药师咒，你吹着风，哇，透过风咱的辛苦变转经幡，你念大悲咒。所以刚才大悲咒讲的，你来念三遍大悲咒，水变大悲咒水，声音变大悲声，像那碰到你的辛苦，刚才阿弥陀佛变好，你念二十一遍阿弥陀佛变好，还能对你的细胞、你的声音、你的影，像跟你握手，都得到观音菩萨的加持。所以希望各位了解这道理，对明仔再开始，拢去做菩萨好唔好？到一天嘛，挥发，哇，我这个大悲咒烟呐、啊！所以，咱起码真要紧。你起码啉水啊，拢卖个啉不完。你一个大悲心的人，你这个嘴念个大悲咒的人，吸到的嘴暖，吸到的水，老贵滴啊，滴出去安尼啦。因为有加持，你的头脏毛发都离众生。因为你袂使讲啊，我是一个凡夫。因为你有大悲心，就甲每一个佛合为一体，安尼简单。所以你所应该物件，拢有加持；你所行过所在，拢有法度帮助众生。所以各位要用这种心去供水、去供灯，而不是它数量多还少。你每一次供个灯，默念观音菩萨，默念地藏菩萨，默念阿弥陀佛，百千万盏灯，把人拢无念，我来念。啊，所有世间的球啊，今晚这些球啊，以后散出来的空气都是大悲咒的加持。学生在这边打球运动啊，这个树会氧气给他们，这个风，这个土地，因为我们在这边加持过，而且是永恒的，佛性是永恒不间断的，超越一切的。所以你有这个信心嘛，你走到每个地方，你都会念，你都会很认真。好，最好能够背一遍，我们就要回向，好不好？还有什么节目吗？来，最后念一下啊，麻烦这本等你来看完，好不？很简单。然后当然还有一本比较多的，然后呢，你就能够更了解了。来，观世音菩萨言，大慈悲心是平等心，是无为心，是无染浊心，是空观心，是恭敬心，是悲下心，是无杂染心，是无见取心，是无上菩提心。是当知如是等心，即是陀罗尼相貌。啊，你读一遍以后，你就坐一下，开始念。大悲咒是大慈悲，你开始背可能背三个，安尼啊，慢慢背四个，然后到下昼呢，暗时背六个啊，暗时要困，十个拢背起来，安尼。然后慢慢你要用，所以修行还是要老实啦。所以而不是要求多，不是求多，而是求深入。一粒球哈，你插一个针，拢会到个中啊落去。不要说我什么都要懂，却什么都不懂，安尼。回过头来，所有的万法都是为了念一下调伏内心，记得念出来念在心肝里面、啊、你不可以说我念那么多，我怕我们听我的话、啊、你去烦恼你，因为你用一个烦恼心在念，所以这个事情很难处理，放下，专心念阿弥陀佛，念五分经，然后心平静，佛力加持，来给恭维，我赶快了，佛力加持，不要用烦恼心啊！每天花一点时间，所以你也可以用这个方法，大慈悲心是平等心，是无为心，乃至你回去，再跟你母讲一遍，再跟你儿讲一遍，你就背起来。妈妈，大家在念大悲咒啊，是什么意思？当然，我要跟各位忏悔，我解释的不圆满，但是各位现在有网络啊。有很多善知识在解释大悲咒观音实心啊，那么还有学术理论根据写得非常完整，但是重点是你拿来用，
乃是念大悲咒的功德。